小两口戚薇李承铉感受剪字艺术，秀出同款表情包，网友羡慕了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小编的企鹅号。今天给你们说的是小两口戚薇李承铉感受剪字艺术，秀出同款表情包，网友羡慕了。我家小两口收官在即，戚薇李承铉这对夫妇一直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，我们也是很喜欢他们。2014年6月18日，戚薇和李承铉向外界公开恋情。8月2日，李承铉向戚薇求婚成功。9月8日，戚薇与李承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酒店举办婚礼，他们的爱情一直很甜蜜。在今年有参加情感类节目《我家小两口》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，让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的爱情。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他们能够越来越好，也能在节目中展现更好的自己，也祝这个节目越来越好，也希望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。